讲话的音量跟唱歌一样差好多。抱歉，因为今天是走一个比较平静的路线。好，那我讲话的时候离麦克风近一点好了，这样子应该不会，应该就比较大声了吧。但是你们会听到我很多的口水音，可能要稍微忍耐一下，如果对于口水音这种杂音比较敏感的观众们。麦好，可可可全部刷起来，可可可好，所以今天就把它放起来，我会全部接起来。好好，我好好吧，那谢谢你哦，谢谢蓝熊。